真是的，战斗的时候还敢分心，活腻了吗？抱歉，不过这样才能让小媳妇儿你英雄救美吗？就看看场合再浪啊。不错不错，人帅身体看着也挺好，一切适合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激动了凡人，本可爱有件事要你做，成功以后你们可就能活着出去喽。所以咱们在这里换周围，个人屠夫不太好啊。这本来就是计划的一环，有什么不好的？放心吧，本可爱给那丫头套了一层护盾，还暂时提高了她的礼节，够她和妖狼周旋了。行吧，不过我还以为这把会画在若曦郡主身上，没想到竟然能通过我。那当然了，那丫头那么小还晕着，要是出了问题怎么办？如果我直接依附在她身上，她就会成为我的主人，对我有绝对的使用权。除非她同意，否则我绝对没办法脱离。但是如果是通过你，我就相当于是借宿。虽然我要支付你们一定的力量作为回报，但你们两个对我的去留都没有决定权。那之后龙要怎么借用你的力量？这一点你一会儿就能知道了，反正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好了，咒文已经完成，拉起那个丫头的手，我要开始转移自己的力量了，这个过程中你们不能动哦。谢谢你之前一直收留我，我要走了。好了，睁开眼睛吧。好像没有什么变化。毕竟你没有灵根嘛，不过我的力量会慢慢加强你的体质，就当我付租金啦。喂，那个小丫头，这边搞定了。那我要怎么通过它借用你的能力？当然是用你要吸收我的那个方法啊，晴晴啊。啥？你说什么？要我亲谁？这小哥哥长得英气，你不亏。你开什么玩笑？谁同你开玩笑了？亲了他，让本可爱的部分力量进入你体内，好助你杀死妖狼，打破暗幕。这中间有什么问题？可是，真是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婆婆妈妈的？等什么等？你给我过来！你干什么？你头往前。真的亲上了。木灵还有时间喊，那傻狼已经过来了。不好，这是厉害吧？这还只是我的一小部分力量，不够你对付那蠢狼了。厉害！那什么，你可以先起来再激动吗？不好意思。没事。我说，你们能不能认真点儿？那蠢狼可还没死呢。风君同我说过，你每天能用的法力有限，现在还剩多少？比刚才大的火焰再来一次。一次吗？那我吸引他注意，你找机会一击必杀。好。小丫头刚刚怒气无疑已经彻底惹怒了雪狼，要想将仇恨吸引到我身上，只能比他伤得更狠。剑和身体变得好轻，这种感觉难道是……毕竟是中间人，怎么会一点好处都没有呢？
二皇子已经完全吸引了那头大狼的仇恨，如果想一击必杀，就只能挑他最柔软的地方。除了咽喉，狼最柔软的地方就是……来呀，看我不得废你一只眼睛！就是现在，只要瞄准肚子，给我死！那是，喂，你看那个，萌萌郡主，快看，你做到了。萌萌，萌萌郡主怎么样了？还在昏迷中，不过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，应该一会儿就能醒。是谁在说话？那就好，我这就去面见母皇，告知他林子里的事。吵死了，究竟是谁不让我好好修？你醒了，四皇子殿下，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样？还痛不痛？啊，没事了，我这是……你不记得了吗？你打完大狼后就捂着胸口喊疼，然后就晕过去了。不过我也是听二哥说的，毕竟我醒来也已经回来了。回来？这么说这里是……这里是营地，狩猎已经结束了。我听二哥说你可厉害了，他都没帮上你什么。没有的事，要不是二皇子。我怎么会想起这件事？好像有点热啊。早知道你这么厉害，一开始我就不该乱跑的。都是我拖累的你，害你没拿第一。就算没你拖累，我也拿不了第一。这话要我怎么说出口？四皇子这么想拿第一，是有什么原因吗？当然了，只有拿了第一，才能和母皇要白玉金身去救傅飞啊。傅飞？对了，这个世界是男子入后宫，四皇子说的傅飞，应该是他的生父吧？傅飞之前生了好大一场病，之后身体就一直很虚弱。我听医女说，只有白玉金身才能帮傅飞调理身体，但是那个好珍贵的，连母皇都只有一株。我本来想和清淮郡主组队，靠他拿第一向母皇讨要，可是现在我好没用啊。哎，你别哭啊。这情况，这让我怎么安慰他啊？苏萌萌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惹哭四皇子。切，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嫌弃你啊？这都看不懂，你是不是傻？你竟然这么对我说话。行了，四皇子在这儿呢，别耍性子。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是来传话的，女帝陛下让我们一个时辰后去她的营帐集合。不过没想到竟然让我撞到你欺负皇子。哼，小心我告诉女帝陛下，让他打你板子。可是好呀，你竟然还敢捂皇子的嘴。是啊是啊，你最好快点去告状。
反正这就是你最擅长的。哼，你别太得意了。他不会真的去告状吧？你当他真傻呀？到时候你一反驳，倒霉的就是他了。走吧，咱们收拾收拾，一会儿面见女帝陛下。嗯。这次狩猎辛苦你们了，都起来吧。意图谋害你们之人，我定会找到，还你们个公道。谢女帝陛下。虽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，不过狩猎的赏赐还是要按照规矩来。把你们猎到的妖兽晶核都拿出来吧。清华郡主及顾灵殿下共猎得黄级晶核352颗。别拿错了，这些都是我的。暮雪郡主及顾堂殿下共猎得黄级晶核281颗。若曦郡主及顾景殿下共猎得黄级晶核150颗。至于萌萌郡主和顾然殿下，我没看错吧？这里难怪都说武林哥是废物，也不知女帝陛下为何要选他进宫。这竟然只有一个。废物。不是的，都是因为我。没事的，四皇子。可是。他当然没脸解释了。想到这年头，我竟然还能看到白色的晶核，这玩意可是连做装饰都不配。